那接下来肖队长，我不好说，我真的不好说，我真的没法说。你的队里面两位一起撞的时候就特别尴尬，每一句说的时候都要非常纠结该说还是不该说。你来谈一下对这首歌的感受。我觉得很好，两个都很棒，真的，而且比彩排还要好，非常进入整个剧情的画面里面，然后他的一些小动作其实都非常细腻，然后像他刚才我觉得描述他创作的过程跟他写的一些故事的背景，我觉得他描述的都非常好，非常贴切。谢谢队长。我刚刚大概数了一下，你夸了十句左右。哪有啊，你不要乱讲、啊、我真的佩服肖队长，十句。你不要害我。也是我一直以来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唱作人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，会员也是。刚才这个作品呢，其实我觉得表达得非常完整，很动人啊，会员也是。哎，讲真的，你喜欢哪一个多一点？你就说左边右边就好了。你呢？